比就是恶毒，不比就间接证明网络的传言都是真的。切！神隐不能有任何的状况，命运就应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！是你给我的，你的能力不一定，也不重要，是你给我的，是你给我的。你这样做真的开心吗？台视频道今天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每周六晚间10点，惠宏阿萨。